捏了，要不要喷点水呀？可以啊，喷点水不也行吗？又没有花瓶，你看浪费钱。刚好不看到有一包方准啊？这里。把回来的寿州。瘦肉青菜刀，光看青菜没看瘦肉。那这个不是瘦肉吗？那真是的，可以。我都没看到瘦肉。那不是吗？多吃点肉。我在桂林这边感觉突然变冷了。这边早餐，这边在火吗？在呀。好吃。这不是小的吗？其实小的很好吃，我喜欢吃小的，小一点的可以投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味道是一样的。看他嫂子拿了很多竹子，你这没什么竹子、啊，对吧？水。这个不是一块肉吗？两块。两块肉看到了。意思是说他们就是他们那边人改这个商品类目，对，而且有一些扣点明明是写的两个点，但是他实际上是扣十个点，这个如果是同样是百度的商家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你们的账目里面问题。因为我为什么发现，因为之前老谭你不是从我这里拿了钱，我们是给猪苗嘛，当时我是所有的回款是不够的，我是把我的钱贴进去了，然后我交了房贷，然后我就想着把我的贴进去的钱取出来，但是我发现取出来连我贴进去的钱都不够，然后我就去查那些扣点，就是住店的时候签的那个协议是两个点，它这样的扣嘛要贴进去，但谁卖个水果是吧，这种三种类的能有这么高的利润，就好像它是营业额的扣点，它不是利润的哟。肯定啊，营业额的，谁知道你利润是多少？肯定是扣你营业额。所以呢，它这样子扣的话，扣很多了，不是很少的。是啊，就比如说我们卖个32块钱的东西，它扣我们5块多，我们挣都挣不到5块多，它扣我们5块多，那不是我们给钱百度了，我们还是干活呢。别人的这种拿到自己口袋里，不懂，因为以前他没有那个
个网页，我是看不出来的。后面我是跟那个老师提建议，我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代结算的一个界面在其他地方。后面前段时间我就看到它改善了，就有这个了，但是我也没有仔细去看。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算账，我发现了，然后我提出来，然后他也去问了其他商家。上半年没有问题，下半年开始，从我们卖腊肉那时候开始的。难怪我总老觉得妈，这钱都回不来了。那么多腊肉的，本钱给我妈，然后我觉得这没钱呢。我们也是一直以为是在平台等回款的，但是后面我们查了，平台的款也没有多少。按照目前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还要贴本金进去的。叫他们给个维护是吧？这东西还干的。这个事情我也会追究到底的，不管是就是说你们内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，我们也会追究到底。就算你们封我们号啊，或者是你们，我们也会去追究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辛苦挣来的。我们在你们平台上卖东西，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，但是我们的后台，我们的钱放在你那里，你是想扣就扣，想拿就拿了，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这样子以后谁还敢在你们平台那里卖东西，是吧？除非有个别人专门负责这一块的，他们就是改了，然后也许有些钱是自己收、自己拿的。我相信百度这么大公司，不会是这样。12点还给我打电话说，确实是有这个问题。至少他会承认，他不会说这个我不知道，或者是推脱的上级或怎么样的，他不会推脱，他会跟到底。也相信他们，肯定是哪个部门的人故意这样子弄的。他们是分部门的。对呀、啊。我们要去摘果了。哎，怎么有几个这么大的枇杷？这里那个枇杷好像没摘的。哪里？这是我们村那里拿的，整个树就这一串是熟的。甜的还是酸的？你不喜欢吃酸的吗？这个刚好是酸的。酸的。是啊。我把这个资料放后面去了。这个太碍事了。这是那个房子的。好热，我好热。不应该穿这热的，但是它又。车里面又闷，外面风又大。对，就是外面风大，有点感冒了，就是那种热感，吸到汗的那种感冒。不要感冒哦，现在摘果季节哦，觉得不能感冒哦。那也没办法呀。你跟感冒他说一声嘛，我迟几天先嘛。迟两个月先吧。啊，现在在忙，不能感冒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嫂子问他的时候，就是那天一起吃早餐，你还没有回来。然后我问他，然后那时候他刚好感冒了嘛，很严重嘛那几天。然后好巧不巧的是，他两个儿子也感冒了，很严重，又咳又拉又吐，两个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那你回不回去照顾一下你小孩？他不回，他老婆搞得定。就害怕一个事情，就是像他这样子，到时候他老婆可能就是说开始可以 OK 搞得定，作为女人嘛都能理解，到后面他就会抱怨了。每次我小孩生病的时候，三个小孩在家
我一个人带，小孩生病的时候还要我自己去管。你出去你又挣不到钱，你出去又不是去挣钱的，他就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。如果是我在家带两个小孩生病了，你不回来，我跟你说，那我这脾气一上来，我就没什么好商量的了。锅都给你掀了，那房顶我都要拆了，而且又吐又泻，你还那么放心的你在外面，是不是？那我一个人，我要带小孩去医院打针，又去挂号，又去那的。特别是小孩生病的时候，作为妈妈是最看不得的，就又心疼又那个，我就怕就是说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东西。这个等一下子他上山的时候我再跟他说吧。是啊，这个并不是说什么，这个是一个很综合的因素。第一，我们你帮忙的时候呢，给钱也不是，不给钱也不是，有些事我们又不需要请人，是不是？那你帮了我给你钱，我自己本来就想把那个钱省下来的。那你其他时候帮忙可以给你钱，但是一个月可能就那么一两次，我们请的都是临时工。你一个月，你那些阿姨也知道，一个月可能就做两三天的活，那几两三百块钱，那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又长期吃住这种问题，不懂怎么说。这个但是我跟他沟通。嫂子很早之前就说了这些问题了的。我还说过段时间看一下，但是现在都一两个月了吧，还没有。一个月。一个月了。